天气很 好，真的没有下雨。这件是我本来查到人家有推荐，然后房间超级大，很漂亮一间，但是房价超我们的预算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没有订啦。我们要吃的早午餐就是这间。加沙卡伊斯基透石头，哪一个？卡雷雷斯。你说那个中餐吗？对啊。那这边在1931年是个银行，然后在2021年变成了现在的卖早餐、面包、咖啡的地方。面包排最终，Just one mistake, it's not speaking with my chest. Maybe I'll just cry a little less. Tension, headaches always get to me. 干德国香肠的酱，吃起来什么味道？然后是什么？芥末籽还是什么？Do you mind if we rewind? 'Cause my mind's on other things.Maybe I should practice how I feel. Instead of trying to reinvent the wheel, I know I overcomplicate, but simplicity doesn't seem to me too big a deal.Sorry if this all feels like a game. Maybe this whole quarantine's to blame. I don't know if you still love me, but I still feel the same. For what it's worth, that's how I feel today. So will I float like leaves do in the wind?Will I sink as soon as I jump in? Sure, my feet will touch the ground, but I can't swim. And I'm not sure it matters in the end. I know that I should practice what I preach. 这边有那个垃圾又太少。是会有人站在这边带头吗？
So Jesus, could you help me out? Cause I'm bursting at the seams. I guess I never know what's good for me.这边有在贩售牵手阁的门票，站站站，来，请跟着我走。满城是由丰臣秀吉在1583年建造的，然后至今有400多年，是当时日本第一名城。然后呢，现在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。现存的大阪城呢，是1931年由明治企业重建的，就是有些护城河啊，还有等一下我们会去看一下，有一个重要文物叫樱花门。就是樱花门很著名的是当年大阪城遇到火灾，但是这一道全部用巨石砌成的英文呢，就是屹立无恙。最喜欢这种安安静静没有什么人的地方。明治40年4月建基。这位就是丰臣秀吉公。哎呀，我又没带着呀。故宫秘密基地，幸运度有大熊熊、洛吉、小吉、吉吉、中吉、大吉。100块。有病人愈不用慌张，秘密内场切勿告人。什么秘密？我不能告诉你秘密。我要买新型文具，可以祝我吉祥，风头正盛，前程似锦呐！旅途之中担心坏人，你真的坏？我真的，你真的感冒了？真的不准哦！所以与其等待，不如行动。行动真的行动起来啊！看都不过，一个，那OK。抱歉抱歉，待着。前站这边，这里有超多栋百货，有阪神、阪急、LOFT， 还有什么 Lucica， 反正就是有5-6栋，然后有一些是有连在一起的，可以逛一整个下午是没问题的。那个有红色摩天轮的百货是 Happy Five， 然后这一栋是阪急，我现在在阪神的2楼。就是走到2楼就可以直接走桥连通过去，因为下面是大马路，其实还是要上到2楼走过去。这边是阪神电车梅田站，那边是大丸百货，
猜想去，我要去这个卢库啊，卢库啊。我们来这里吃晚餐，我们想吃 okonomiyaki。okonomiyaki。我要吃焼きそば。嗨。我点了这个，还有，哎，你是点这个吗？啊。这个。还有。这个。还有。哎，这个。这个。哎，这个好像不是念ヤマイモ，哎，我刚才听他讲不是这样子。哎呦，这个嘞！どうも。到这里结束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